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白娘小薇。上一次的挑战中呢，我们不是跟二师兄约定了谁输了谁要改游戏 ID 吗？要改评论中点赞最高的那一个 ID 的建议。我看了一下啊，这一条点赞最高的呢是这样的，来自和讯的东南风小伙伴提出的“小薇最美”，噔噔噔噔，截图为证哦。是一句很诚实的评价，对不对？接我上线的时候啊，二师兄把他的 ID 改成这样。谁让你用文字描述表情呢？是小薇最美，不是小薇最美狗狗。哦，哼，气死我了！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好吗？谁叫我大人有大量呢，对吧？你想我饶他一命，这我就把侠进行到底。今天呢，我要挑战给二师兄比赛给车喷涂，看看在三局里谁喷涂的车最多。输的人呢，当天晚上要抱着自己的电脑睡觉，怎么样？嘿嘿。让你把 ID 改成这个样子，你就等着今天继续输给我吧。好，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挑战吧，侠盗涂车手，走起！天天玩戏，日日看板娘，我是传说中的宇宙超级平底锅王小薇。哎呀，现在我是看到二师兄这个 ID 我就来气，一生气就想用平底锅抽他丫的。为了公平起见啊，我这次挑战不看地图，希望二师兄不要过来跟我抢车。Round one， 拿下！沿着风爪肯定车多，我的下一个猎物马上来喽。二师兄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这都能遇到？哎呀，什么机缘啊！但是他在我前面，走吧走吧，冲！我一波单车变摩托，叫你抢我车，掏枪！嘿，你还敢开车？不许跑 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看见没？这就是惹我的下场。老娘凶起来连队友都杀，瞧你抢我车！哼哼。你得寸进尺啊，不是啊，得是进攻里，怎么跟我落在一起？哎，又想抢我车，没门！哎，我这次长见识了，变聪明了，我踢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看见没，这就是智慧的胜利啊！其实，开着跑车驰骋在海岛还是挺惬意的。嘿嘿，又找到一辆，有人有人。嗨，是机器人啊，兄弟们给我上，喊我和平走位。海岛走位王那不是吹的，我虽然没枪但我有锅呀，看我宇宙超级平底锅王教你做人。揍你揍你，嘿，你个机器人还躲，根本是没躲呀你。哎，许多危险了，这就是宇宙超级平底锅王的实力。这把开局打野，节省时间，我不捡枪直接找车，只要跑得够快就没人能看见我。请赏我心爱的小摩托，请赏我心爱的小摩托，它永远不会堵车。哎，这局怎么车这么少啊，开了这么久一辆轿车都没看见，这样怎么行啊？再找不到车我肯定要输给二师兄了。看我翻山越岭的找车换皮肤，哎，是不是特有古代武功高强的侠客那个范儿啊？哦，看到车了，冲啊！哎，谁给我扔雷？我车呢？我车呢？哎呀，我这个转车忘了看地图了，是不是有人给我扔包弹，还偷偷跟着我？不行，气死我了！看老娘下车揍死你！又扔这包弹，二师兄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不把你揍到西伯利亚去，我就……啊，算了，他万一还有这包弹呢？商量一下，先暂停比赛，一起努力吃鸡。我这赛季还想双王牌呢，虽然我一把枪都没有。没枪怎么了？我怕你们吗？我打不过还躲不过吗？今天就给你们见识一下海岛最强狗鸡王。哎，这个小圈，我已经听到胜利的呼唤声了。枪林弹雨中穿梭，没有人能发现我。哎，谁打我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没枪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啊，不是，我帅哥，帅哥，海岛吴彦祖，我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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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打不到，打不到。哎，你这什么准头啊，实名人体表面大师啊。哎呀，这下真完了，我就不应该扔掉那把枪。哎呀，我锤子挣扎一下，哎，转转，我锤子挣扎，转转腾挪，我走位，啊，救我，二师兄。不开枪一杀二，这样的成绩怎么能让我不骄傲呢？ flag 就立在这里了啊，这赛季我王小薇必上王牌。好了，今天的挑战结束了，让我们来看看结果。我呢，总共换了12辆车的皮肤。二师兄给到我的数据呢是，
14辆，怎么可能？哎，证据呢？我要看证据。Surprise！ 行吧，行吧，我王小薇愿赌服输。The next day。跟你们说啊，我这辈子是第一次捧着电器睡觉，我感觉我这手胳膊现在都已经通电了。再这样多来几天，我估计我要提前进入赛博朋克时代了。好，笔记本也是电脑嘛，对不对？没说不能碰笔记本嘛，对吧？还好是笔记本啊，要是电脑的话，我估计我就挂了。好了，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游戏挑战，欢迎在评论区中给我留言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，让我们再说会儿吧。